这个学校读英文课程过来已经一个多月了，过来这一个多月，进步非常非常的大，这边的老师都非常非常有耐心，学校的环境也都挺好的，在市中心也非常的方便，我在这边读得挺愉快的，师弟师妹们，你们要来新加坡读书，一定要来这里哦。我想问一下你，你上课的话是几个小时呢？每天？我每天是5个小时，从中午12点到晚上5点。上课主要是什么内容呢？就是我现在读的是英文的入门。上课只是在课堂上上吗？有出去外面吗？还有其他形式教学吗？现在是还没有，现在就是课堂里面。然后你感觉新加坡怎么样？新加坡很好啊，环境也很好。除了环境好，还有其他什么方面你觉得很好？我觉得这里的人非常友好，